最推荐、最希望大家能够一试，而且我觉得非常具有 Ernie Ball 的特色的是，它的 Turbo Flavored，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套圈，我拿它装在单线圈的琴、双线圈的琴、P bass、J bass 我都装过，然后每一支琴我都觉得我可以得到一个非常 vintage、非常传统，但是又很有力而且具有亮度的音色。赶快把握这一个机会，然后在这一段时间，你等于只要花一半的价格，你就可以买到 Ernie Ball 的新弦，然后趁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 Ernie Ball 的弦的特别的音色。